Leçon 5. Madame Bette est là. 第五课，贝特夫人在吗？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利用法语自我介绍以介绍别人的方法。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上门拜访别人的时候需要使用的几句话。在前几课里面，我们已经学完了法语中所有的语音因素。那么这一课，我们就从 Flash 动画开始。请看。Madame Bette est là? Non, elle n'est pas là. Vous êtes... Je suis son ancien collègue, Paul Fabre. Je travaille maintenant en Chine. Entrez, s'il vous plaît. Madame Bette revient tout de suite. Je ne vous dérange pas? Mais non, pas du tout. Asseyez-vous, je vous en prie. Merci beaucoup. Vous travaillez ici depuis longtemps? Ah non, depuis 3 mois seulement. 下面，我们来学习刚才的动画中出现的生词。这课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生词是 elle。elle 的意思是她，但是希望大家注意，首先 ，elle 是第三人称阴性单数的主语人称代词，也就是说 ，elle 只能是女的她，而且。elle 在一句话里面，一般来说只能做主语。这一课里面出现的第二个单词叫做 là 的意思是这里、这儿。第三个单词叫做 ancien 这是一个形容词 ，ancien 的意思是旧的、老的、从前的。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形容词比较特殊的阴阳性变化。阳性形式 ancien， 阴性形式 ancien 呢，需要在阳性形式后面双写 n， 然后再加上 a。下面一个是动词 entrer 的意思是进入，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entrer 在大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以前学过的介词 dans 一起使用，例如 entrer dans la classe， 进入教室 ；entrer dans la maison， 进入房屋。下面我们要学的是一句礼貌用语 ，s'il vous plaît，s'il vous plaît 的意思就是请。例如 ，entrez s'il vous plaît， 请进 ；asseyez-vous s'il vous plaît， 请坐。下面是一个动词 ，revenir，revenir 的意思是回来、返回。同样，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副词短语 ，tout de suite。tout de suite 的意思是马上、一会儿。下面一个是动词 déranger。déranger 的意思是打扰、打扰别人。déranger 后面一般是加一个人作为它的宾语。下面又是一个动词 prier。prier 的意思是请求。prier 这个动词的用法是 prier quelqu'un。de faire quelque chose， 例如 je vous prie d'entrer， 同样也表示我请您进来。有时候我们也说 je vous en prie，je vous en prie 这句话是用来回答对方的感谢，意思就是不用谢，别客气。下面是一个副词 ici 的意思也是这里。这课出现的最后一个副词叫做 longtemps 的意思是长时间的。很久的，在这一课里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的几个句型或者语法点。首先，当请求某人做介绍、要求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vous êtes。vous êtes 的字面意思就是您是。那么，别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会自动把这句话补充完整。例如，我们说 vous êtes 的时候，对方就会自动回答。Pierre、Marie， 或者是自己的名字。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其他的要求别人做介绍的方法，例如 ，tu t'appelles comment， 或者 c'est quoi ton prénom。刚才说的这两种表达方法，都只能用在对方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场合，因为
如果对方是一个成年人，而我们跟他不熟悉的话，只能用 vous 而不能用 du 来称呼对方。如果对方是一个小孩，我们想问他叫什么名字的话，才能用 du t'appelles comment 或者 c'est quoi ton prénom 的表达法。那么当对方对我们提出介绍自己的要求，我们要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一般用 je suis 我是，或者 je m'appelle 来回答。如果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用 moi c'est。 下面我们要了解的是法语中的否定形式 ne pas。 ne pas 放在动词的前后，也就是说 ne 放在动词的前面， pas 放在动词的后面，起到一个否定作用，它的意思就是不。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ne 如果碰到元音字母开头的动词，或者哑音 ash 开头的动词，这个 ne 要省音，变成 n 加上一个省音符。例如 ce n'est pas un roman，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不是一本小说。 ce ne sont pas des chaises， 它的意思是这些不是椅子。在日常生活的口语里面，这个 ne pas 的否定形式中的 ne 经常是被省略掉的，也就是说只剩下一个 pas 放在动词后面来表示否定。例如 j'ai pas faim，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饿。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je n'ai pas faim， 意思同样是我不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一课我们还要掌握一个重要的语法，叫做冠词。冠词在法语里面应该使用在名词的前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名词前面都需要加冠词。那么法语中常用的冠词有不定冠词和定冠词两种。不定冠词的阳性单数形式是 un， 阴性单数形式 une， 而复数形式无论阴阳性都用 de。 定冠词的阳性单数形式用 le， 阴性单数形式是 la， 复数的不分阴阳性都用 le。 那么要注意的是 le、la 这两个定冠词碰到元音字母开头或者哑音 ash 开头的名词还是要省音。冠词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都必须跟后面它所限定的这个名词性数配合，也就是说名词是阳性的，冠词也用阳性，名词是阴性的，冠词也用阴性，名词如果是复数的，那么冠词也应该相应的变成复数。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种不定冠词和定冠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情况下，不定冠词用在泛指的名词前面，而定冠词用在确指的名词前面。泛指和确指分别是什么意思呢？确指的意思就是某一个名词、这个概念、这个东西，说话的双方都知道说的是哪一个，这种情况下就叫做确指。如果只有说话的人知道，而听的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就属于泛指了。那么具体的说，在法语里面，如果是上文曾经提到过的名词，下文再次提到，一般就属于确指。除此之外，如果名词后面有一些限定补充的成分，它往往也是确指的。还有，如果这个名词是世界上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只能属于确指。例如 La Chine、 La France， 我们以前学过的中国和法国这两个名词一定是确指的，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法国。我们这课还需要掌握的一条语法内容叫做主语人称代词。主语人称代词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在一句话中应该当作主语使用的代词。主语人称代词的形式，第一人称单数用 je 就是我的意思，第二人称单数是 du 就是你的意思，第三人称单数要注意分阴性和阳性两种形式，阳性是 il 就是男的他，而阴性是 elle 就是女的她。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主语人称代词的单数的三个人称，而复数的人称里面，第一人称复数是 nous， 也就是我们，第二人称复数是 vous 在法语里面有两种含义，有可能是你们，也有可能是您。
而第三人称复数同样是分阴阳性的，阳性复数 il 也就是男的他们，第三人称阴性复数用 elle 就是女的他们。那么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刚才我们学过的这八个代词叫做主语人称代词，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句话里面一定是做主语使用的。下面一个语法点仍然是跟代词有关的，叫做重读人称代词。重读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单数是 moi 其实还是我的意思，跟我们刚才学的 je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用法不一样。第二人称单数是 toi 的意思还是你，跟我们刚才学过的 du 是同意的。第三人称单数有阴性和阳性两种形式，阳性形式是 lui， 阴性形式是 elle。 而复数的三个人称之中，第一人称复数是 nous 的意思是我们，第二人称复数是 vous 的意思是你们或者是您，第三人称复数仍然是分阴性和阳性，阳性形式是 eux 他们，阴性形式是 elle 这是女的他们。那么重读人称代词跟主语人称代词它的含义往往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 je 和 moi， du 和 toi， 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种代词的用途完全不一样。主语人称代词在一句话里面只能做主语使用，而重读人称代词有几种不同的用法，例如出现在介词后面的代词一定要用重读人称代词。我们以前学过的介词 pour、avec、chez 后面只能加重读人称代词， pour moi 对于我来说， avec moi 跟我一起， chez moi 在我家里，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使用主语人称代词，不能用 pour je、 avec je、 chez je， 这都是错误的。除此之外，重读人称代词还经常在一句话里面起到一个同位语或者是表语的作用。好，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练习环节，有请两位同学上台来跟我们一起做练习。好，请两位同学根据我们课文的内容做一个对话。 Bonjour, vous êtes bien Mademoiselle Liu? Oui, c'est moi. Vous travaillez ici depuis longtemps? Ah non, depuis trois mois seulement. 希望你们注意你们的发音。 Vous travaillez ici?Vous travaillez ici. 很好。Depuis trois mois. Depuis trois mois. Trois. 好，谢谢两位同学。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在这一课里面，介绍一下法国人的礼貌用语，说 merci 的习惯。Merci 在法语里面是谢谢的意思。法国人一天当中 merci 是不离口的。别人为你做了一点小事儿，就得说 merci， 即使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也是经常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有所隔膜，相反 merci 成为一句口头禅，一种习惯，在法国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般说来，在适当的场合表示感谢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用不着没完没了的感谢，否则就会被认为你这个人有点虚伪。这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这课里面学习的是上门拜访别人使用的句子。 Merci, au revoir. Leçon 6, demander son chemin. 第六课，问路。在上一课里我们学习了上门拜访别人需要使用的几句话，在这一课里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法语问路或者是指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段精彩的 Flash 动画。Pardon, pour aller à l'opéra, c'est bien par là? Oui, vous êtes sur le bon chemin. C'est loin d'ici? Non, c'est tout près d'ici.5 minutes à pied.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pourriez-vous m'indiquer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et voilà. Combien de temps faut-il pour y aller? Vous y serez en quelques minutes si vous marchez vite. Merci. De rien. 看完了动画之后，我们来学习一下动画中出现的生词。这一课我们学到的第一个生词叫做 pardon， pardon 的意思是对不起。但是希望大家注意，法国人说 pardon 不见得就一定是向对方道歉。pardon 除了道歉之外，还可以用来引起别人的注意。pardon 往往说明我现在要跟你说话了。第二个单词叫做 opéra， opéra 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歌剧院。opéra 有时候也可以当作歌剧。第三个是一个介词 ，bar， bar 的意思表示从某个地方经过。第四个是一个代词 ，se，se 的意思是这。下面一个是名词 ，rue，rue 的意思是一条街，一条街道，一条马路。rue 后面是名词 chemin， chemin 跟 rue 的意思比较相近，它的意思也是路。但是 chemin 并不具体指某一条街、某一条马路， chemin 的意思是路线、路径。像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学到了 demander le chemin， demander le chemin 的意思是问路。那么我们问路，其实问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一条街、某一条马路，问路实际上问的是到某个地方去的路线。下一个是副词 loin， loin 的意思是远，例如 j'habite loin。rabbit 乱的意思就是我住得很远。乱的反义词叫做派，派的意思显然就是近。下面是一个数词，这个数词是 sank， sank 的意思是五。sank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它的发音也是比较特殊的，词尾的 g 要发出来，这个词读 sank。 下一个单词是 minute， minute 的意思是分钟，跟我们刚才学过的数词 sank 联系在一起， sank minute 它的意思就是五分钟。如果跟我们以前学过的数词 this 联系起来， diminute 那就是十分钟。下一个是动词 montrer， montrer 的意思是指出、指示。 montrer 的用法是 montrer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如果你说 je vous montre le chemin， 那就是我为您指路。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条街道的名字，叫做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这是法国最著名的一条大街，叫做香榭丽舍大街。香榭丽舍大街在巴黎的位置就相当于中国的长安街，也就是说它是巴黎市的最主要的一条干道。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叙述词 premier， premier 的意思是第一。希望大家注意 premier 这个形容词，它阴阳性变化比较特殊，阴性形式叫做 première。 下一个是一个名词 Carrefour， Carrefour 并不是我们平时在街上见到的家乐福超市，实际上 Carrefour 在法语里面的意思是十字路口的意思。下一个是动词 tourner， tourner 的意思是转，往某个方向转。下一个是名词 droite， droite 是一个用来表示方向的名词， droite 的意思是右边，跟我们刚才学过的动词 tourner 联系在一起。如果说 tourner à droite 就是向右转，如果反过来 tourner à gauche 那就变成向左转。下面一个是副词 voilà， voilà 的意思是这是、那是。 voilà 可以用来介绍一个人，也可以用来介绍一件物品，例如 voilà Nicolas， 这是尼古拉。 voilà Pierre，这是皮埃尔，也可以说 voilà une chaise， 这是一把椅子。下面一个是名词 temps， temps 在法语里面有两个意思，有时候是时间，有时候是天气。我们在这一课里面遇到的 temps 应该是时间的意思。 temps 这个单词还要注意的是它的发音比较特殊， temps 词尾的 b s 这两个字母都是不发音的。下面一个是附带词 e， e 在一句话里面应该放在动词的前面，它用来代替这句话的地点状语， e 的意思同样也是这里、那里。下面一个是连词 c，
C 表示一种假设，一种条件关系。C 的意思是如果，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下一个是副词 vite 的意思是快。最后一个是副词词组 de rien 的意思是没什么，不用谢。 de rien 是用来回答对方的 merci， 如果对方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de rien 来回答，当然也可以用我们上一课学过的 je vous en prie 来回答，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是可以的。在这一课我们需要掌握的有以下的几个句型和语法点。第一个句型是用来问路的， S'il vous plaît, pourriez-vous m'indiqu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请问某个地点应该怎么走。 m'indiquer 后面应该加的是我们的目的地，例如 pourriez-vous m'indiquer le cinéma? 那就是电影院怎么走。 pourriez-vous m'indiquer le théâtre? 剧院怎么走。 pourriez-vous m'indiquer la banque? 银行怎么走。我们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二个句型是询问多长时间。Combien de temps faut-il pour y all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地方要走多久呢？那么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把动词 aller 换成其他的动词不定式。例如 Combien de temps faut-il pour finir? 也就是说要结束这件事情，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在这一课里面需要掌握的第三个句型是用来表示方向的。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这句话的意思是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你应该向右转。那么我们刚才学过 tournez à droite, 向右转， tournez à gauche, 就是向左转。如果说 vous allez tout droit, 那就是您一直向前走。除此之外，在这一课我们还要掌握方向和距离的表达法。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这句话的意思是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你应该向右转。当然 à droite 我们可以换成 à gauche。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转。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gauche.Vous allez tout droit, 这句话的意思是您往前一直走。C'est à gauche, c'est à droite, 这两句话的意思分别是在左边或者是在右边。如果说 C'est à côté, 或者 C'est en face,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旁边或者是在对面。当我们要表示距离的时候可以用 C'est tout près, 或者 C'est loin 这两句话。C'est tout près 的意思是这个地点就在附近，很近的地方，而 c'est loin 正好相反， c'est loin 说明这个地方非常的远。这课我要掌握的第一个语法点是指示形容词。指示形容词用来确指人或者物体，名词前面如果用了指示形容词就不需要再加冠词了。那么指示形容词的形式阳性单数有两种，一种是 se， 一种是 set。那么这个 se 和 set 分别用在什么地方呢？一般的阳性单数的名词前面加指示形容词应该选择 se， 只有元音字母开头或者哑音 ash 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才选择 se de 这个 set。 而在阴性形式里面，无论是元音字母开头还是辅音字母开头一律使用 set， 但是这个 set 是 se de de e 的 set。到复数形式连阴阳性都不需要区分了，复数形式无论是阴性还是阳性，是元音字母开头还是辅音字母开头，一律使用 C-E-S 这个 C。 那么名词前面加上指示形容词 se set se 之后，它的意思是这个那个，复数的时候是这些那些。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互动练习环节，请两位同学上来跟我们一起做练习。 S'il vous plaît。 好，今天这位同学他想去邮局寄信，但是他找不到去邮局的路，应该怎么走？那么他在马路上碰到了另外一位同学，他应该怎么问呢？ Pardon, pour aller à un bureau de poste, est-ce bien par cette rue?
Oui, vous êtes dans le bon chemin. Et c'est loin d'ici? Non, c'est du près. 好，希望你们在做对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发音。Vous êtes dans le bon chemin. Vous êtes dans le bon chemin. Le bon chemin. Le bon chemin. 很好。C'est tout près. C'est tout près. Tout. Tout. C'est tout près. C'est tout près. 很好，请你们两位把这个对话再做一遍。Pardon, pour aller à un bureau de poste, est-ce bien par cette rue? Oui, vous êtes dans le bon chemin. Loin d'ici? Non, c'est tout près. 好，谢谢两位同学。Merci. Merci.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在今天的这个环节里面，需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最著名的一条大街，叫做 Les Champs-Élysées， 中文的名字叫做香榭丽舍大街。这条大街是东西方向横贯巴黎的一条干道，法文的意思是田园乐土。在古代的时候，香榭丽舍大街这个地区是一片低洼潮湿的空地，而在路易十四 Louis XIV 这个国王在位的时候，在这个地区加强了绿化，成为专供宫廷贵族游乐的一个禁区，老百姓是不能进入的。后来这个地区又扩建成一条林荫大道，在1709年正式命名为香榭丽舍大街。我们现在看到的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就是从1709年开始形成的。这条大街的西端是协和广场，东端是星形广场，现在又叫戴高乐广场，屹立着巍峨雄伟的凯旋门。西段林荫道两侧有巴黎最繁华的百货公司、大银行、电影院、酒吧、咖啡馆等等。香榭丽舍大街附近还有卢浮宫，是法国最著名的博物馆。法国重大的节日庆典，比如国庆节、圣诞节，基本上以香榭丽舍大街为中心来举行庆祝仪式。听完了香榭丽舍大街的介绍，大家是不是都想实地去游览一番呢？在这课里面，我们学习了怎么用法语问路和指路，大家是不是都理解了呢？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好好复习。Merci, au revoir， 谢谢大家，再见。Leçon 7， famille， 第七课，家庭。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如何用法语问路或者指路，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法语介绍自己的家庭。首先还是请大家观看一段精彩的 Flash 动画。Xiao, vous êtes combien dans votre famille? Nous sommes trois, ma femme, mon fils et moi. Vous avez des frères? Oui, j'ai un frère aîné.Il est marié et maintenant il habite à Beijing. J'ai encore un frère cadet. Vous n'avez pas de sœur? Si, j'ai une demi-sœur de même mère. Mais elle est aussi mariée et nous n'habitons pas ensemble. Et toi, Anne, tu es fille unique? Non, j'ai une sœur aînée et une sœur cadette. Elle travaille?Ma sœur aînée travaille dans une entreprise privée. Et ta sœur cadette? Elle ne travaille pas encore. Elle est étudiante à l'université de Beijing. 看完了这段动画，我们下面来学习一下动画中所出现的生词。第一个单词 ，famille， famille 的意思是家、家庭，有时候 famille 也可以表示家族。Ma famille。它的意思就是我的家庭，我的家族。第二个单词 femme， 这是一阴性名词， femme 的意思是妻子或者是女人。 ma femme 它的意思就是我的妻子，但如果说 une jeune femme，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第三个单词是 fils， fils 的意思是儿子。那么 fils 这个单词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单词的发音是非常特殊的，在 fils 的词尾的两个辅音字母
了和 s 之中。l 是不发音的，而放在词尾这个 s 反而应该发音。下面一个是名词 frère 的意思是兄弟。注意法国人说的 frère 一般是不分年长和年幼的，也就是说哥哥和弟弟都可以叫做 frère。 我的哥哥是 mon frère， 我的弟弟也是 mon frère。 那么如果要区分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 frère 后面加上其他的形容词，例如加上 aîné 这个形容词。 aîné 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年长的，也就是说 frère aîné 就是我的哥哥。 aîné 的反义词叫做 gardé， gardé 的意思是年纪小的、年幼的，那么 frère gardé 就是我的弟弟。下面一个单词是形容词 marié。Marié 的意思是已婚的、已经结婚的。如果说 Je suis marié，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已经结婚了。Marié 的反义词是 célibataire， Je suis célibataire， 它的意思是我还没有结婚，我是未婚的。下面一个是动词 habiter，habiter 的意思是居住。habiter 后面可以加宾语，也可以加地点状语，例如。J'habite une grande mais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但是如果说 J'habite à Pari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住在巴黎。下面一个是副词 encore， encore 的意思是还、仍然。 encore 一般放在动词的后面使用。下面一个是名词 sœur 的意思是姐妹，也就是说姐姐、妹妹都可以叫做 sœur。 ma sœur 可以是我的姐姐，也可以是我的妹妹。如果要区分姐姐和妹妹怎么办呢？同样也是加上我们刚才学过的两个形容词 aîné 或者是 gardette。 ma sœur aîné 就是我的姐姐， ma sœur gardette 显然就是我的妹妹。下面一个名词 fille， fille 的意思是女儿。下面一个名词叫做 demi sœur de même mère。 demi sœur 之中的 demi sœur 这两个词我们都学过， sœur 是姐妹的意思，而 demi 是一半。 demi sœur 加在一起什么意思呢？ demi sœur 的意思是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姐姐或者妹妹，也就是说她有一半是你的姐妹。如果说 demi sœur de même mère，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demi sœur de même père 就反过来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下面一个是副词 ensemble， ensemble 一般放在动词后面表示一起。如果说 on y va ensembl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去。 on déjeune ensembl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吃午饭。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unique，unique 的意思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下面一个是名词 entreprise， entreprise 是一个企业。形容词 privé， privé 的意思是私人的、个人的。如果放在 entreprise 后面的话， entreprise privé 这就是一家私人企业。最后一个名词 étudiant 或者 étudiante 是一个大学生。如果是一个男大学生的话叫做 étudiant， 女大学生就是 étudiant。 好，现在请大家把这一课学过的单词跟我再读一遍。 famille， femme， fils， frère， aîné， marié， habité， encore， cadet，Cadette， sœur， fille， demi-sœur de même mère， ensemble， unique， entreprise， privé， étudiant， étudiante。
在这一课我们需要掌握以下的几个句型和语法点。首先第一个句型是用来询问家里有多少人的。这句话是 Vous êtes combien dans votre famille? 这句话的意思是您家里有几口人呢？在这个疑问句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把 famille 换成其他的名词。如果说 Vous êtes combien dans votre entreprise?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您的公司、您的企业有多少员工呢？这个疑问句的回答，我们一般使用 nous sommes。例如 ，nous sommes quatre dans notre famille。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家四口人。nous sommes cinquante dans notre entreprise。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公司有五十位员工。第二个句型是用来描述自己或者家庭成员的婚姻情况。我们在课文里面学到一个形容词 marié 的意思是已婚的。如果说 il est marié， 就是他已经结婚了。Je suis marié， 那么就是我已经结婚了。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我们应该把 marié 换成 célibataire， il est célibataire， 他没有结婚。Je suis célibataire， 我没有结婚。但是希望大家注意，法语中的 célibataire。只能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才能叫做 célibataire， 也就是说相当于汉语中的未婚。如果是结了婚之后又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就不叫 célibataire， 而叫做 divorcé。 如果结了婚之后丈夫或者妻子不幸去世了，那么这个人就变成了 veuf 或者是 veuve， 也就是说 veuf veuve 的意思是丧偶。第三个句型用来表示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们在对话里面看到过这句话 Ma soeur aînée travaille dans une entreprise privé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姐姐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当然我们这句话可以把 Ma soeur aînée 换成其他的主语，例如可以换成 Mon père 我的父亲， Ma mère 我的母亲。 Dans une entreprise privée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工作单位，例如 dans une entreprise publique， 在一家国企工作 dans l'administration， 在政府机关工作等等。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课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名词的阴阳性。法语中的所有的名词都是分阴阳性的，或者是阴性或者是阳性。对于人或者动物这种自然性别差异的名词来说，阴阳性是很容易区分的。但是法语中对于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人为的规定了阴性或者阳性。例如我们以前学过的名词 heure， 它的意思是小时。 heure 这个名词是阴性名词。为什么 heure 是阴性名词呢？我们是找不到原因的。我们以前学过的名词 cours， 课程是一个阳性名词。但是 cours 为什么是阳性呢？其实我们也找不到原因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不太习惯，但是以后我们记忆一个名词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它是阴性还是阳性来记住。阴性和阳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只能靠记忆。那么名词是阴性或者阳性的时候，修饰这个名词的冠词和形容词以及代替这个名词的代词都要有相应的性数变化。名词是阴性或者阳性的时候，修饰这个名词的冠词和形容词以及代替这个名词的代词都要有相应的阴阳性变化。除了阴阳性之外，法语的名词还有单数复数的区别，这个跟英语是比较类似的。一般来说从单数变成复数是在词尾加上一个字母 s， 这个 s 一般来说都是不发音的。例如一扇门 une porte，几扇门 ，de porte。实际上，冠词 une 变成 de， 但是 porte 这个名词的发音是没有变化的。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名词一旦变成复数，跟它配合的冠词、跟它配合的形容词都得变成复数。例如，这个女孩 cette fille， 这些女孩 ces filles。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互动练习这个环节。有请两位同学上来跟我一起做练习。好，请这两位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
Bonjour. Bonjour. Vous avez des frères? Il y a un frère aîné. Et vous? Moi, j'ai une sœur.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在这一课的走进法国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人的 mariage， 也就是说法国人的婚礼。在法国有两种婚礼，一种叫做 mariage civil， 世俗婚礼，另外一种叫做 mariage religieux， 宗教婚礼。一般情况下，相信天主教的人先到市政府登记举行世俗婚礼，然后再到教堂举行宗教婚礼。由于天主教的教义是禁止离婚的，所以教堂一般不接受离过婚的人举行宗教婚礼。法国人非常依恋自己的家庭的，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和自豪。很多年来，法国人一直为出生率下降而烦恼。那么在法国，他们推行鼓励和奖励多子女家庭的税收制度。法国政府在1921年设立了一种多子女家庭优待证制度，叫做 Carte Famille Nombreuse。持有这个证件的家庭，在坐地铁、坐火车的以及很多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政府的优惠。这种鼓励生育的制度跟中国的计划生育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介绍自己的家庭的几个句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理解了呢？我们下一课再见。Merci, au revoir。大家好。在第八课里面，我们将对前七课中学过的内容进行复习和总结。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法籍老师 Canelle，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一课的学习。Bonjour, je m'appelle Canelle, je viens de France。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前七课里面我们都学过哪些法语音素，请 Canelle 给我们示范一下法语的元音以及半元音。啊。啊。嘎。嘎。La, la, ma, ma, e, e, ke, ke, le, le, me, me,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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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out, nous, nous, i, i, 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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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di, e.Le, le, debout, debout, vendredi, vendredi, et, bébé, bébé, bé, bé, dé, dé, e, deux, deux, ce, ce, feu, feu, u, u, tu, tu, salut, salut, statue.Statue. Beurre. Beurre. Peur. Peur. Sœur. Sœur. Bord. Bord. D'or. D'or. L'or. L'or. Auto. Auto. Bateau. Bateau. Hôtel. Hôtel.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法语中的鼻化元音，请甘奈勒来示范一下。En banque, banque, lente, lente, Jean, Jean, on, on, vont, vont, font, font, dont, dont, un, un, l'un, l'un, ben, ben, singe, singe, un, un, parfum, parfum, brun, brun, emprunt, emprunt.下面看一看我们学过的两个半元音，请甘奈勒示范一下。我，我 ，moi， moi， oui， oui， west， west， je， je， fier， fier， travail， travail， paille， paille。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法语中的辅音音素。首先我们来看清辅音，请甘奈勒示范一下。p， p， pâle， pâle。pa, pa, pile, pil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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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e, tate, tête, tête, ch, ch, chaîne, chaîne, hache, hache, chair, chair, s, s, sa, sape,
sapin. Lisse. Lisse. Neuf. Neuf. Fête. Fête. Vif. Vif. Que. Que. Qui. Qui. Quel. Quel. Lac. Lac. 接下来我们看法语中的浊辅音，请甘奈尔示范。Le. Le. Li. Li. Lasse. Lasse. Laisse. Laisse. Nye. Nye. Gagner. Gagner. Peigner. Peigner. Signal. Signal. R. R. Roux. Roux. Lire. Lire. Rare. Rare. B. B. Bal. Bal. Ba. Ba. Bile. Bil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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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Date. Dette. Dette. Ne. Ne. Ni. Ni. Nas. Nas. Ness. Ness. M. M. Mi. Mi. Me. Me. Aimé. Aimé. J. J. Gêne. Gêne. Âge. Âge. Joujou. Joujou. Z. Z. Case. Case. Musée. Musée. Ruse. Ruse. V. Vous. Vu. Vu. Vorace. Vorace. Vive. Vive. G. G. Gaz. Gaz. Gare. Gare. Bagage. Bagage. 接下来针对法语中比较难以区分的一部分因素，我们下面做一个对比练习，请甘奈尔给我们示范。Le. Le. Ne. Ne. Li. Li. Ni. Ni. Laisse. Laisse. Naisse. Naisse. Lasse. Lasse. Nasse. Nasse. Laine. Laine. Naine. Naine.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组。Je, je. Je, je. Gêne, chêne. Gêne, chêne. Âge, âge. Âge, âge. Serge, cherche. Serge, cherche. 下面看第三组，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区分。Peu, be. Peu, be. Pâle, bal. Pâle, bal. Pile, bile. Pile, bile. Pas.Ba. Ba. Ba. 第四组。Feu. Ve. Feu. Ve. Fu. Vu. Fu. Vu. Forage. Vorace. Forage. Vorace. Vif. Vive. Vif. Vive. 下面第五组仍然是清浊辅音。G. Que. G. Que. Car. Gare.Car, gare. Quitte, guide. Quitte, guide. Classe, glace. Classe, glace. 第四组是 m, n 的练习。m, n. M, n. Mi, ni. Mi, ni. Me, ne. Me, ne. Aimé, aimé. Aimé, aimé. 好，下面一部分是几个元音的对比。啊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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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tolet. Pistolet. 好，下面是元唇元音 e 以及开口音 e 的练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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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ure heure er er jeune jeune gêne gêne beurre beurre bête bête meuble meuble mère mère. 下面一部分是卷舌音 sh 以及平舌音 s 的区分。sh.S. Cheval. Cheval. Salle. Salle. Cache. Cache. Casse. Casse. Mouche. Mouche. Mousse. Mousse. 好，下面是清浊辅音 t d 的区分。
te, te, de, de, te, te, de, de, tête, tête, dette, dette, tate, tate, date, date.好，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前七课中我们学过哪些重要的句型。在第一课里面，我们学的是见面打招呼的句型。Bonjour.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Comment allez-vous? 在第二课里面，我们学到的是法国人订约会的方式。Qu'est-ce que tu fais ce soir? Qu'est-ce que tu fais ce soir? Quel film? Quel film? Dans quel cinéma?Dans quel cinéma? 第三课，我们学到了法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己语言的。Vous parlez français? Vous parlez français? 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seulement six mois. 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seulement six mois. J'ai du mal à parler et à comprendre. J'ai du mal à parler et à comprendre. 在第四课里面，我们学到的是法国人自我介绍的方式。Permettez-moi de me présenter.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Je m'appelle. 我的名字叫。Très heureux de. 很高兴。在第五课里面，我们学的是到别人家里去拜访。Madame Bette est là? Madame Bette 在吗？ Je ne vous dérange pas? 我不打扰您吗？ Vous travaillez ici depuis longtemps? 您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在第六课里面，我们学到的是问路和指路的方法。Pourriez-vous m'indiquer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您能给我指一下香榭丽舍大街吗 ？Combien de temps faut-il pour y aller? 到那儿去需要多长时间呢 ？C'est loin d'ici? 离这里远不远？在第七课里面，我们学到的是介绍自己的家庭。Vous êtes combien dans votre famille?您家里有几口人 ？Il habite à Beijing. 他在北京住。下面我们使用前七课中学到的这些句型来做一个对话。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à Beijing.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merci. Et vous? Moi aussi, merci. Quel est votre nom? Je suis Monsieur Zhang. D'où êtes-vous? Je suis de Beijing.Aimez-vous le français? Oui, j'aime beaucoup le français. C'est une belle langue. Oh, vous parlez déjà très bien. Vous travaillez ici depuis longtemps? Oh non, depuis trois mois seulement. Vous êtes combien dans votre famille? Nous sommes trois. Mon mari, ma fille et moi.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ce soir? Rien de prévu. On va au cinéma? Quel film?C'est un nouveau film français. Dans quel cinéma? Le cinéma Libération. Pourriez-vous m'indiquer le cinéma Libération? 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et le voilà. Combien de temps faut-il pour y aller? On y sera en quelques minutes si on marche vite. Merci. De rien.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走进法国这个环节。今天呢，请甘奈尔给我们介绍一下世界上的法语国家的一些基本情况。La francophonie. Le mot francophonie a plusieurs sens. Un francophone est une personne qui parle couramment français. Mais cela ne veut pas dire que partout les francophones utilisent le français de la même façon. Dans les pays francophones, le français peut être la langue maternelle, la France, le Québec,la Belgique, la Suisse, Monaco. La langue officielle, par exemple, au Sénégal, en Nouvelle-Calédonie, en Guyane. La langue habituelle dans les relations avec les autres, la langue de l'administration. Une cinquantaine d'États dans le monde sont membres de la francophonie. Environ 170 millions de personnespartage la langue française. Pour des raisons historiques, on parle cette langue dans les anciennes colonies d'Afrique noire,
du Maghreb, de l'océan Indien, d'Amérique, dans les territoires et les départements d'outre-mer. Canel 刚才说的这段话的大意是 Francophonie, 法语国家这个词有几种不同的意思。Francophone 呢，指的是能够熟练使用法语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 Francophone 呢都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法语。在世界各地的法语国家中，法语的地位有四种。在法国、魁北克、比利时、瑞士、摩纳哥等地区，法语是当地人民的母语。而在塞内加尔、新加里多尼、圭亚那等地，法语是当地的官方语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法语是人们习惯使用的交流语言。而在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呢，法语是一种行政语言。全世界现在一共有50多个法语国家，有1亿7000多万人口使用法语。出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一些法国殖民地现在仍然使用法语，包括非洲、马格里布、印度洋、美洲的一些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现在的海外省、海外领土等等。好，刚才听了甘奈老师对法语国家的讲解，大家对于除了法国之外的其他法语国家是否有了更深的认识呢？在第八课里面，我们复习了前七课学过的音素以及重要的句型。那么这节复习课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甘奈老师。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Merci, au revoir.